朋友们 ，Max Factory 可动玩具 Figma 今天呢是放出了《咒术回战》中的人物伊古优太的具体情报。玩具呢还原的是《咒术》剧场版临终特级咒术师伊古优太的样子。这款的整体高度呢约为 15.5 厘米。玩具附有无表情的普通脸、狰狞呐喊的战斗脸以及愤怒脸三种替换表情。手型方面是配有五对外加一个二指前伸的手型，同时配件呢还有武士刀、背在身后的刀带。以及一个狗卷支援的扩音器。此外，如果在 GoSmile Online Shop 中购买呢，还会得到一个附有咒灵礼箱插画片的特点，摆在后面呢是可以还原剧中的战斗场景。Figma 伊古优太官方参考售价是11000日元，折合557元人民币、617元港币以及2430元台币。玩具依据于2024年2月发售，喜欢的朋友呢，请关注各大网店的预售消息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